黄帝内经素问五脏别论指出，胃者水谷之海，六腑之大源也。五味入口，藏于胃，以养五脏气，气口以太阴也。是以五脏六腑之气味皆出于胃。说的是胃是水谷之海，是六腑的源泉。五味入口之后，先藏于胃，然后经胃消化之后，分别五味进入各自所归属的五脏，以养五脏之气。所以五脏六腑的气与胃都出自胃。素问玉鸡真脏论指出，五脏者皆领气于胃，胃者五脏之本也。说的是五脏之气都依赖于胃的不断补充，胃是五脏之本。黄帝内经灵枢口问篇也说道，胃不实则诸脉虚，许多病症表现在其他部位，而其根本却是在胃，故有百病不已，宜从中治。说的是百病医治无效，就应该考虑治胃了。头痛耳鸣久窍不利，皆肠胃之所生也。说的是头疼耳鸣，目耳鼻口舌前阴后阴等久窍不爽，都是由于胃的原因产生的。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李东垣说过，脾胃虚则九窍不通。已故的湖南名医刘炳凡教授曾经治疗一位患者，65岁，患冠心病，心绞痛，心动过速而出现室性早搏，腹胀而便秘不通。专家组会诊建议停西药改用中药，刘炳凡教授开出药方心与胃同治，患者服了三剂后病就好了，能起床宴请客人。周凤吴先生治一患者45岁，头昏头痛，就像有布裹住一样，同时还大大影响视觉和听觉。周先生诊断为清阳不升，浊阴不降，干扰了头部五窍。周先生开出健脾胃的药，只服用了6剂，患者半年的疾病就好了。刘祖仪先生曾治疗了一例耳聋病人，患者女性，30多岁，脾胃向来虚弱，一次因为某事与人争吵十分恼怒，骤然间感到耳聋听不见了，左耳更为严重。刘先生记起李东垣说过脾胃虚则九窍不利，于是他开出了健脾化痰的药方，病人服药3剂后耳聋减轻，再服14剂后病人痊愈。在前年我碰到一个肝癌的病人，这个病人呢来的时候呢是经过这个西医呢用液肝切除，肝切除以后呢西医呢叫他化疗，防止他这个癌细胞的进一步扩散，但是呢才做了一次化疗，这个人又是呕吐又是腹泻白血球也下降都有2000左右，那么其他的身体状况呢非常的差就感到这个身体非常虚弱，实在无法忍受这个进一步的化疗。那么这个时候呢找到我来看病，那么根据这位医生讲的望闻问切我的病症呢认为他是气阴两虚，气阴两虚，
那么虽然中医也有许多抗癌的一句中药，但是我考虑到这个时候如果用这个大量的抗肿瘤的中药的话，就是抗肿瘤的中药就一般是苦寒的，服了以后呢很可能就胃气进入败坏，食欲更加不好，难以忍受啊这个抗肿瘤中药的这个毒性。所以呢我考虑不用任何的这个抗肿瘤的药，全部用扶正的，主要是在补气养阴这一方面，通过补气养阴健胃啊这个开胃的这些药物以后呢，经过治疗了一个多月以后呢，它的食欲慢慢恢复了，就是我关照它多吃些富含营养的一些食品啊，你就吃一点，那么同时呢继续用中药治疗啊，食疗与中药相结合，那经过这个两三个月的治疗以后呢，他的气色分析的一般情况，食欲啊，包括他的白血球啊，都慢慢上升了。《黄帝内经·素问·至真药大论》说道：“五味入胃，各归所喜，故酸先入肝，苦先入心，甘先入脾，辛先入肺，咸先入肾，久而增气，物化之常也。”根据五行相克的关系可以得知，太咸伤心，太辛伤肝，太酸伤脾，太甘伤肾，太苦伤肺。所以黄帝内经有五禁：肝病禁心，心病禁咸，脾病禁酸，肺病禁苦，肾病禁甜。黄帝内经素问宣明五气论指出了五脏所恶：心恶热，肺恶寒，肝恶风，脾恶湿，肾恶燥。黄帝内经呢，他把人体的生理功能啊主要归纳到五脏上去了，当然人的生理很多方面都有，但是他归纳到五脏上去就是肝心脾肺肾。这个肝心脾肺肾呢、啊、并不是完全的像现在解剖学那样的形体上的肝心脾肺肾，它更主要的是功能上的一种划分，所以中医过去把这个理论叫做脏象，是内脏，但是并不是解剖，并不或者很大程度上不是解剖，而是讲的象、现象、形象，其实就讲的功能。我把某些功能划到这个脏，把另外一些功能划到那个脏，他把全身的功能都可以归纳到五脏里边去。我们已经看到了五脏六腑是如何相互联系为一个有机整体的，那么五脏深藏在体内，我们又是如何观察它们盛衰状况的呢？五脏虽然深藏在体内，但其功能的盛衰却能通过经络，通过相应的体表器官反映在体表，并通过对这些外部征象的观察就能了解五脏功能的状况。心开窍于舌，所以舌者心之官也。肝开窍于目，所以目者肝之官也。脾开窍于口，所以口唇者脾之官也。肺开窍于鼻，所以鼻者肺之官也。肾开窍于耳，所以耳者肾之官也。张某，女，26岁，一天突然发热烦躁，约半小时后舌体肿大鲜红，露出口外不能缩回，脸色发红。发病一小时后
到王教授处诊治。王教授知道他多年境遇不佳，心情郁闷，因此突然心肝之火爆发，于是马上为他针刺内关穴，用泻法，又取少许冰片点在舌上。15分钟后，病人表情略显轻松，口中流涎。40分钟后，舌体缩回口腔。再开黄连温胆汤一剂，煎好后放温服下。病人服药后安睡，第二天正常上班。王教授告诉我们，《黄帝内经》云：“心主舌，舌者心之官也。”心与舌通过经脉密切相连，心与其经脉有病，常在舌上有所反应，所以说心开窍于舌。孙某的妻子年过40，偶然一天眼睛红肿，两太阳穴疼痛，接着3天没有大便，平时来月经2天就干净了，这次4天还没有停止，请眼科医生于某来治眼睛。谁知红肿不但没消，突然又在右眼角生了一个白泡，垂挂下来，居然与鼻子平齐，大2寸多。医生一见惊恐逃走，以为是夫人得了离奇古怪的病，不敢治了。后来病人开始呕吐眩晕，躺在床上不敢动，只要稍微动一下便昏晕得更厉害，呕吐也更厉害。家人连忙请来名医孙东素。孙医生诊后说，这是中焦有病，肝胆有火，是由怒气触发的。黄帝内经说，诸风调旋皆属于肝，诸逆冲上皆属于火。就是说，各种眩晕的症状都源自肝，各种气逆上冲都由于火。因为肝开窍于目，所以病人眼睛长白泡，直胀出眼外，是肝火上逆造成的。治疗的方法应该是抑制肝木。孙医生按此理开出药方，病人服药4剂后便好了。一妇人30多岁，忧思不已，饮食失去规律，没有节制。她脸色发黑，没有光泽，眼嘴唇一圈发黑更为明显。病人总觉得饿，饿了也不想吃，气短而急促。罗千甫诊断后说，脾胃在中，传化精微物质以营养其他脏器。人的脾胃之气受损，则必然影响到其他脏器。这位妇人忧思不断，使得脾胃气结，饮食失节，使阴气上溢。脾胃之气耗损，不能正常发挥土克水的功能，即脾克肾的功能，导致水反过来影响土，肾水为黑，所以黑色便出现在脸上。脾胃属土，而脾开窍于口，于是黑色也出现在口唇上。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中说，阳明脉衰于上，面始焦。这里阳明指胃，胃气不足，脸上便没有光泽，所以治疗的关键在于调理脾胃。罗医生对症开了药，几剂药服下后，病人痊愈。
一个叫王晓的人，鼻塞，浓鼻涕多，气促气喘，吃了许多药也不见效，已经拖了3年之久。家人请来江应素医生诊治，江医生看后说，这是郁火病。王晓不理解地说，对我的病，过去医生都作为脑寒治，唯独你的说法独特。江医生说，黄帝内经已指明，诸气奔郁皆属于肺，就是说，由于气出现的喘息、胀满、郁滞不通等症，都属于肺。医学大家刘和坚也说过，肺热则出涕。我们知道，肺开窍于鼻，鼻涕多是由肺热造成的。病人听后十分信服，只服用十几剂药后，3年多的毛病就治好了。我们在古今医案案中看到这么一则有趣的医案。张某30多岁，常常两个耳朵痒得难受，弄得人苦恼不堪，每天发作一次，发作厉害的时候简直忍无可忍，抓着什么东西都用来掏耳朵，还常常以坚硬的竹子弄成扫帚状，拼命捅入耳朵里使劲掏，直到皮破出血了才会感觉到好受一点，可到了第二天照常发作，这样每天都会流不少血，人也被这个病折腾得十分憔悴。正好有一天，遇河北医生周敏道路过此地，张某便急切地向他讲述自己的病情。周医生检查后回答说，你这是肾脏风虚导致服毒上攻，肾开窍于耳，所以会出现耳朵痒的症状。周医生告诉病人，可以服用透冰丹，不要喝酒，不要吃湿面、鸡肉、猪肉之类的食物，能进口1个月最好。张某按周医生的话去做，几天耳痒便止住了。最最重要的呢，我们中医治病跟西医治病有点不一样的地方呢，比较强调整体治疗啊，整体治疗。什么叫整体治疗呢？就是说任何局部的疾病呢，我们中医看来呢，它是整体失调的局部的表现，不单单看作是一个局部的病。所以我们治疗疾病呢，也就是不仅仅着眼于局部的或者修复啊调整，而是通过调整全身的啊这个脏腑气血营养，然后呢达到治愈康复局部的病变。秦伯卫先生曾经治一男子，年龄33岁，全身浮肿已经好几天了，病人阴囊积水如斗大，大小便闭塞不通，喘息胸闷，皮肤干燥无汗，什么都吃不进，甚至连水都难以下咽。用西药利尿刚开始还有效果，接着便失效了，用大剂量的健脾利水温肾的中药也没有效果。秦先生认为，泻痢之药用量极大，大小便还是不通，水肿也不消，看来以常用的方法是不能奏效了。中医理论有肺为水之上源，导水必自高源之说，所以水肿治法有提壶开盖的措施，于是依然用大剂量的麻黄汤加碱，病人服药2剂后肺气开，立下小便近1万毫升，水肿随之消退。这个脏腑它虽然用一个五行学说来表述了，肝心脾肺身木火土金水，
但是他表述的相互之间的关系，是吧？有的人情绪不好，那他们属于肝气不舒了，那么他就影响到脾胃了，再出现消化不好。那这种关系呢，它都是从那个脏腑相关一个角度来的，是吧？那治疗肺结核病有胚土生金的这么一个说法，那胚土生金就是健脾啊，那么这样的话，你使那个使它的肺金呐、肺啊得到改善，那脾呢是脾土，是胚土生金，那这么一个这么一个意思，所以这个脏腑相关，它这个思路呢，实际上就是一个整体观念，啊，整体观念的一种反应。这是一个十分奇特的医案。有一位富家小姐，年纪十七八岁，得了一种痿痹症，四肢不能动作，吃喝不能自理，不能说话，眼睛直呆呆地瞪着，妈妈真是心疼得不得了。家人请来许多医生都没办法治，最后请来葛可久医生。葛医生来到小姐的闺房，一进门便笑了，说如果在这样的地方，这病的确没法治。说完立即叫丫鬟把小姐房里的化妆品、香包、香袋等含有香料的物品统统清理出去，接着叫家人把房内的地板拆去，在土地上挖了一个坑，然后把小姐抬放了坑里坐着，关上门，叮嘱家人说等到小姐手脚动了，发出声音，立即告诉我。过了挺长一段时间，小姐的手脚有了知觉，渐渐可以活动了，她喊叫起来，娘，葛医生只投药一丸，告诉家人明天小姐就可以离开土坑了。葛医生说这位小姐平时嗜好香味，超过了一定限度后，脾就被香气所侵蚀，造成了小姐的痿症。清代于震为这个医案写了暗语，他写道，香本来属于脾的气息，怎么又会伤害脾呢？可见香虽能开窍，但香到极限时，诸窍大开，脉缓了，筋也松弛了，关节身体都软了，所以眼睛发直，不能进食。土为百物之母，四肢百骸得到土气，则生机可以恢复，这也是治痿读取阳明的意思。